女排巴西杯包卢首夺冠军，赢得南美俱乐部赛资格。北京时间2月1日消息，2022年女排巴西杯于当地时间1月31日在布鲁梅瑙结束。达尼林斯领衔的包卢女排在决赛中3-0完胜卫冕冠军米纳斯，首次在该赛事加冕，三局比分为25-18、27-25和25-20，这是包鲁俱乐部第一次在巴西全国性大赛中夺魁，该队也赢得了出战南美俱乐部锦标赛和巴西超级杯的机会。2022年女排巴西杯四强赛于1月30日和31日在布鲁梅瑙展开，半决赛中包鲁直落三局，击败争冠热门之一乌兰贝迪亚海滩，米纳斯成功零封奥萨斯科，包鲁和米纳斯首次在女排巴西杯决赛争锋。米纳斯在主力副攻塔伊萨和土耳其外援奥兹索伊因伤缺席后实力受损，面对自失频出的米纳斯，老二传达尼林斯较好的调动了包鲁女排的主要进攻点，力助本队直落三局完胜问鼎冠军。包鲁女排的美国接应里德斩获18分，荣膺决赛得分王，主攻苏埃勒赢得10分，米纳斯的主攻普里达洛伊特拿下本方最高的15分，接应卡蒂诺贡献14分，副攻卡洛琳进账7分。在1月27日和28日进行的男排巴西杯四强赛中，米纳斯力压群雄荣膺冠军，该赛事的六冠王克鲁塞罗在半决赛中意外落马，冲击巴西杯5连冠未果。